还是嘴巴张大一点，或者是会碰到的。不是因为你嘴巴很小啊，你知道变成。等一下，太好笑了。那你嘴巴张大一点。啊。然后硬掉，靠。没有，是因为我看到你我都热。那你要不要来一点冰淇淋？我可以看着荧幕看着你吃就好。我是凯一，然后今天是我的新企划，叫做一日约会。那可见这个企划绝对不是我想的，因为我这个人这么的哈兹卡西，这么的帅的人，绝对不会想这种企划。没错，是我们企划姐姐想的了。今天来到的地方是 AV Bar and Kitchen 加勒比海餐酒馆。为什么选这家餐酒馆呢？是因为我们今天第一集一日约会的来宾呢，是我们中南美洲小王子广告明星，很像金城武的俊瑶，林俊瑶。Hola hola, ¿qué tal? ¿Qué tal, Nia? Hola, ¿qué tal todos? 我是俊瑶，亚裔拉丁情人，来自萨尔瓦多的演员。所以你刚刚前面那个是大家好的意思吗？对，没错。Hola, ¿qué tal todos? 对。那我们就进去吗 ？Vamos, 我们说 Vamos 就是走。Vamos, Vamos。那我们现在就到了我们 AVV Bar and Kitchen 加勒比海的餐酒馆。然后呢，他们的餐点非常差，他们是全台唯一加勒比海餐点 Plus 南美洲料理的餐厅。有没有看到一个特点，就是他们的主食是什么？你看得出来吗？我看出来了。这是什么？你。意不意外？开不开心？可以 ，maybe 很接近啊。这个啊，主要是他们会使用这个，有点像是 sopa paraguaya。那 sopa paraguaya 它是怎么使用的呢？它是用一个玉米，还有会加起司。原本他们想要做一个很像玉米浓汤的东西，但是听说按照这个说法，故事水用太少了。水用太少，对，结果他们就是变成一个比较像是膏状的一个巴拉圭汤，其实是固体这样子，就是有非常特别的口味。还有除了其他的巴西的炖牛肉啊，或者是这一些，对，也是他们非常喜欢的一些主食。那你要开吃了吗？啊，现在吗？在客制之前。今天有一个小小的任务，然后在刚刚都传给你们了，就在你们各自的手。OK。然后呢，这个任务呢，就是每个人都有三个任务，然后你们不能被对方察觉的情况下，你看看我的表情，我表现出一个疑惑的困惑，为什么要这样做？每个人都有三次可以抓对方任务的机会，就是觉得，这个人他是在完成任务，就可以说我要抓他的任务。等一下，我这个太明显了。太明显了，才不会随便去做这个事情。我这个太明显了啦，不行，不能现在就。就是他，我应该要看得出来他在干嘛，然后他应该看得出来我在干嘛。或者是你们就是要想尽办法不被对方发现。OK， 好。你们可以自己做更多奇怪的事情，然后抓错。好，所以你可以开始吃了。好 ，OK， 耶、yeah, ，就开始了吗？是啊。好吃啊，是啊，好。我要先看你吃。为什么要看我？因为我是瑶，好，我那我推荐你。你们今天是一日情侣，可是我因为我们今天各位朋友们，我们今天第一次见面，一日情侣是第一次见面，有点 embarrassed， 有点像是 blind date 嘛，我们是第一次见面，然后对，我们不知道彼此是长什么样子，或者是不知道任何的一些喜好，我们今天是在认识彼此，对不对？好吃。好，那从哪里开始呢？我们来埃姆香菇好了，他说用莱姆草的香菇，所以从这边开始。你吃。你吃吗？你不吃？你吃，你先吃。我喜欢看你吃。那我吃。你吃。然后我应该可能会配一点点的我的 favorite， 就是巴拉圭糖。你确定？你要？好，我吃。好。为什么你在选？等一下哦，你在完成任务吗？现在是。你要使用一次了吗？谢谢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有一点是哦，因为在讲日文，我想要抓一个，对不对？在讲日文，打破。我就被扣分了嘛。你要再讲。好，那你希望我一直猜错嘛？对不对？哇哇，这句很有很保护你。
是不是，就这就很有了。我说有什么？有什么？有就是有啊。No God, please no no。啊，我们在吃饭过程要问你一些问题。嗯，可以啊。好，那你常常吃那个异国料理吗？就是身为南美洲小王子。南美洲小王子呢，已经在这边快要15年了，所以已经有点稍微的台湾话了。不然刚开始回来台湾的时候很拉丁，可能你认识我的时候可能不太习惯。但是我其实比较喜欢国外的感觉，还是你可以跳回那个当时国外的感觉，变成国外的那种俊瑶。国外的俊瑶。没有那么台湾话的俊瑶。对。我没有西班牙文名字。哦，对，嘿，你有那个英文名字吧？你有英文名字吗？没有，我就叫凯。凯，凯伊。凯伊。嗯嗯。对，那就像我只有腰而已，所以我也没有。故事是因为我妈妈觉得说这个比较有特色，应该说我小学的校长说，哎呀，不用取西班牙文名字了，腰很有特色。所以从此以后我叫做药，他们叫做药，他们叫四声叫药，对。所以你要叫他什么？药。好吧，问第二个问题了。可以。什么？可以。然后他说不要。不要。他说不要，可以。这就是今天的主题。你吃饭有什么礼节吗？不能接受，就是别人你跟别人吃饭后，然后他有什么就是举动你不能接受的？嗯，因为可能基本的礼貌就要有吧。比如说，可能我们在拍东西嘛，所以我们可以边吃边讲，边吃边讲没有不好。但是有一些人很喜欢塞东西在嘴巴，然后就这样跟你讲话，然后也嘴巴也不做过什么的，这样不 OK。另外一个是，觉得如果可能吃不完啊，或者什么，这不是扣分，他只是如果说女生把食物吃完，他是一个大家的。那你要吃光？那我跟你讲，那我一定是扣超多分，因为我跟你讲，我以前有交男朋友的时候，就是对象都不会点，因为他都知道我吃不完，所以我们都会是点一个主餐再加小菜，这样我们就会吃完，因为我一个人吃不完，这样不错吧？有。好，我现在吃甜点，然后你先，不然怎样说不？好，入味。啊？入味嘞？不要不要。什么？什么味？不要。哦，入味。我这个恥ずかしいですね。好，讲说不？所以不入味哈。入味这是要猜拳加入味的，不是吗？哦，不行，我不行，我跟你讲，石头布。所以你先开始。哦。你喂他，我不要啊！我这个我这么少女的人，这种事我做不出来。熟能生巧，这是第二次。对啊，这就是我第二次。那你正闭眼睛，为什么我会尴尬？我跟你说，我真的很容易尴尬。快点啊！你。还是你要直接这样拿一个，就像披萨一样。我感觉是要手指。不，观众，这个我不行，我这个好不行啊，我在发抖哎，我不行啦。那我还是要闭上眼睛。哎，这样可以可以。这样会不会更有压力啊？如果闭上眼睛？我不会，我觉得，因为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眼睛是人的灵魂之窗。然后把它闭上来。所以假如说我看不到眼睛的话，我就比较不会被吓到的感觉。你要不要闭上眼睛？我闭上眼睛会吗？要确定哎，我可能会戳到他哎。俊俏，你不要只看，你不闭着，你闭着。对啊，因为你现在闭着，我才敢看你啊。哇，你这样你是闭上眼睛才认真看我。对啊。所以你一直以来就是一个模糊的一个人在那边，哇哇哇。可是我。有了吗？好了吗？哎、欸，三冰淇淋。哎、欸，这个可是它会这样会滴下来吧？这个是要装冰淇淋。好，没事，它到底要多久 ？A few moments later。不行不行，已经是 tomorrow 了，已经是明天了。可以的，好，那喂它饼干，喂它的奶。
我真的很害羞，各位荧幕上的观众，跟你说，我就是敢说不敢做那一种。不要瞎掰好吗？还是嘴巴张大一点，我是会碰到的。不是因为你嘴巴很小，你知道变态。等一下，太好笑了。那你嘴巴张大一点。啊。然后硬咬，靠！耶、yeah, ，我成功了，我好棒哦。哇，怎么有冰淇淋？因为我觉得它会滴下来，我知道我怕用到你的衣服。哇，对，用心。对。我现在觉得好热哦。还在海中。对啊，我那个很。阿兹伊德斯呢？对，那你就赶快吃 ice cream 的，然后就是降温的。没有，是因为我看到你我都热。那你要不要来一点冰淇淋？我可以看着荧幕看着你吃就好。喜欢的，所以我蛮喜欢这个，它是阿根廷的鸡肉串。菜呢？菜就是所有的菜都很好吃，但是比不过我们俊。我就知道会说这个。我眼睛吃好不好？听说中南美洲的人都很热情，应该很厉害。哦，我没有开黄腔哦。对，很热。你没有吃这个就已经嗨了。看到你我就嗨了。你在念稿吗？这是什么？你在撩妹，在那边看一下，然后那个稿子。今天的菜都喜欢，但是你才是我的菜。然后就 Q 一下他，对，我是，好了。今天第一次认识我们南美洲小王子，我。这是任务。你要使用一次吗？我要使用。答案我这样就输了。我就跟你说我很聪明。什么任务是什么？就是要帮我拨头发啊。然后我的，我已经认输了，我已经。Oh my god！ 这是谁写的？太明显，因为我们两个都太那种，太就是还没有很熟，所以就是有，假如说有一个就是比较突出去的一个举动的话，就会发现。对，那 maybe 呢，就认输了。要不然你们现在重播一下吗？我不要。今天很开心，可以让我们中南美洲，是南美洲小王子，金牌特务。台湾金城武俊苗先生，然后我们一日约会的第一节嘉宾，虽然看起来很像很奇怪，但是我们还是有点生疏，所以我们决定去下一个地点，这样子才不会太生疏，感觉怪怪的，所以我们要去 exercise 了。好 ，Let's go， go， vamos， 是 vamos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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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vamos。